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这一组运动要教身为健身初学者的你在家有效的锻炼我们的核心腹肌，整套运动会循序渐进的由简易到难。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跟着我一起开练吧。来来来，大家准备好了吗？这一组运动总共会有十个腹肌动作，每个动作40秒，中间休息20秒。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卧躺在瑜伽垫上，那我们的双腿先帮我做一个弯曲，让核心收缩，使两腿离开地面，靠近胸，接着慢慢的下降。下降的时候，你可以数3到4秒，让我们的背部一直紧贴着地面，感觉到腹部的出力。那你的屁股可以甚至稍微的离开地面一点点，腹部的感受会比较强哦。3 2 1，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维持在卧躺，让我们弯曲的双腿直接延伸出去，来到一个45度角的位置，让你的双腿尽可能的是呈现伸直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太困难的话，你的膝盖是可以微微的弯曲，但不要弯曲太多，大概停留个1到2秒，接着收回。伸展出去的时候，多感觉到腹部，在5秒钟。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轮流的屈膝卷腹，让我们的双手抱头，使我们的手肘触碰到我们对边角的膝盖。这个动作会锻炼到我们的侧腹肌群，碰到一下之后慢慢的下降，感觉到侧腹的出力。那如果你的脖子感觉到酸的话，可以用你的双手轻轻的扶一下，试着把你的意识专注在我们的腹肌。那接下来我们会做轮流的左右碰直，让我们的胸口离开地面，身体轮流的往左往右，让手来靠近你的脚跟。1 2 3，停一下，接着换1 2 3。这个动作一样也是锻炼到我们的侧腹肌，上腹部的肌群。3 2 1，下一个动作难度会比较高一点，蝴蝶式的卷腹，使我们的双腿延伸出去，我们的手跟脚同时缓慢的下降，接着一起上升，让我们的两手尽可能的靠近到我们的脚趾，但你不用碰到。起来的时候试着让我们胸口离开地面一点点，下降的时候多感觉到腹部。
what's a secret if you can't even keep it? Yeah. Skeletons are buried deep, I'll tell you. 接下来我们的两腿抬起，维持在半空中的位置，让我们的两手左右的轮流去触碰我们的脚，因此我们的胸口一直离开着地面。这个动作针对到我们的上腹肌群。很辛苦，我知道，加油！15秒。加油，坚持下去。5、4、3、2、1。相信你已经有感觉到我们的腹肌在燃烧了。下一个动作，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起身，两手扶在身体的后方，我们要做左右的卷腹，使我们的上半身后倾，但是身体保持平衡，将我们的双腿往左往右的延伸出去，接着弯曲靠近我们的胸，重返这个动作。你可能也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微微的酸，是很正常的。3、2、1，很好。接下来，给我一个基本的平板支撑，让我们的背部是保持平坦的，核心一直收紧在上方，屁股不要抬得太高。接着我们的双腿做一个轮流点地的动作，往外点地，接着踏回，再换脚。我们的手臂会作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如果手臂会感觉到酸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加油。Then it's cruel that you're acting acute and naive, 'cause society will take your side for sure. So I guess it's up to me to stand up and sit your attitude down. Then I guess you'll finally see the devil in the mirror that you are. Drowning in octane, burn me down. 下一个预备动作，我们会来到手撑的平板支撑。待会要做一个变化型，让我们的两脚先往同边的手肘靠近，再往交叉的方向，也就是去靠近对边的手肘，两个交叉，两个同边的手肘支住的平板。那在做交叉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扭转，感觉到我们的侧腹肌群。Sit your attitude down, then I guess you'll finally see the devil in the mirror that you are. 最后5秒了，3、2、1，非常好。最后一个动作，难度会相当的高。我们待会我们会做一个出拳的组合，再加上碰肩，用轴撑的方式做出拳，接着两手来到手撑的平板做碰肩的动作。A cosmic journey where fate aligns. Embrace the secrets you came to find.倒数10秒，你可以的。来，最后3、2、1，太棒了。
我知道这一组运动做完之后，大家一定会忍不住抱怨，这根本不是初学者能做的核心运动。我觉得如果你每个动作都跟着我有做到位，而且确切的感觉到核心发力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腹肌整个就是在燃烧起来。那我相信有搭配饮食控制的话，你的腹肌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